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二幺九动物园即将开业了，这里是孩子们的梦想乐园，是年轻人的打卡圣地，既能提升人与人的情感，上个亲，也能拉近人与动物的距离。哎呀，想看翻单杠的熊猫吗？抬头见喜，祝您步步高升。想看猩猩炫啤酒吗？猩猩太厉害了吧！祝您笑口常开。喝多了，气氛嗷呀就上来了。想看会招财的老虎，会翻花手的袋鼠，能唱会跳的小熊，和平平无奇的海狮吗？被发现了。眼前走来的现场主播正在和动物们友好互动。别逼我动手啊！说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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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话。对此热烈互动，小动物开心表示：“来吧，来吧，都来吧！”我想上厕所。来二幺九动物园看神奇动物。Animal 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那也不至于。超值折扣等你抢购。为什么不走？月上日，祝你快乐！三、二、一，上链接。